我不晓得，如果是一个侦探的话，会如何询问一个陌生女人？我不会告诉你我要去哪里。反正你的事都消失一个谜。如果我能找到野柚子，你就帮我实现一个愿望。原来这是一个关于女人杀人的故事，明明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做后面就要回头看你，我们只能躲到太空去找。Here's a song for lovers who don't care. 没那样，我们不离开凯莉，怕她有更远的地方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容易被危险的东西吸引。这个夜晚太短暂了。